会四大名句，西贡小姐35年首度移师台湾，最后一站在台北，史诗级凄美爱情故事，战乱逼真的场景还原，让很多人恶刷，有些人看了感动，但她却看了一肚子气。眼前两颗大灯具，上下两层挡视线，演员超迷你，只能勉强看到右边角落。花了将近4张千元大钞的吴小姐，自嘲是当灯光师吗？要这样子就左右晃动才能看到一小角，我还听到我后面的人说这根本看不到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后面的人是决定不看的，还是怎样，只剩下一个我正后方的女生，就怕抢不到票。吴小姐提早电脑化位订票，买了2楼的单号区，3800元不便宜。入场傻眼，被灯具占据视线，想看两侧的中文字幕看不到，来纯听音乐的吗？我觉得太失望了，觉得怎么会卖这样子的票，而且我花那么多钱，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敞看一下？2楼单号区往舞台看，画面小，视线还算清楚。吴小姐质疑怎么唯独2楼单号区装了灯具。其实戏剧院都有 NG 位置，舞台正前方太近，影响听觉效果；背靠墙，声音反射，空间小，缺乏立体感。2楼以上的包厢则会把声音闷住，挑位 mega 多。主办单位强调，当下立即为吴小姐换到1楼座位，如果还是不满意，要退票能再协商。金新闻吴嘉伟、徐芳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